第一个啊，感受到了国家的繁荣昌盛。那作为一个普通市民，参加到这样的一个盛会当中呢，也能感觉到香港这个城市的这个所迸发出来的蓬勃生机。那我也在这里祝愿我们整个香港，祝愿我们祖国都能够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富强。这次我们和家人专门从珠海来这里欣赏烟花，觉得这里的烟花实在太漂亮了，场面很宏伟，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，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，把大湾区建设得越来越好。很开心，很兴奋，然后特别的璀璨，整个气氛都超级的高涨，超级好的。然后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，也祝福澳门越来越好。